速的转动都没有关系，它就会造成一个球体里面的一个扰动现象。转动转盘，大水球里的水跟细沙融合后沉淀，观看岩层如何产生。但而今整颗圆球已经破裂，怎么破的呢？从远方公布的监视器画面，有位中年男子带着两个孩子跟展品互动时，男子双手抱着球体，然后用力的摇晃，结果圆球瞬间破裂，里头的水流泻到地面。但是男子没有通报，带着孩子快步离开。2月13号，台南左镇化石园区发生这一起展品遭破坏事件，园方说，其实馆内的展品时不时就有损坏的状况。之前有断过，对，也会被扯断。这个也被弄断过。对，园方因此提出呼吁，请民众发挥公德心，使用互动展品时要根据说明来正确操作，其他展品则不要碰触。而这次水球被摇破新闻报道之后，男子主动联系警方，表示愿意负担修复费用，也已经向馆方道歉。警方同时提醒民众参观展览务必遵守规定，若有不当行为导致展品损坏，恐怕会背上毁损公物罪。华视新闻刘汉生、邱君平、陈信仁台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